Hello，欢迎嚟到一个特别环节啊！咁鉴于咧，我哋嘅信报读者咧都系非常之高质啊，留低嘅问题咧，我哋都好想咧去隆重其事去解答啊！咁啊，其中一位读者 Donkey 咧就问到，咁事关咧 Eric 咧就琴日嗰集就讲到咧，用呢个历史跌幅去推算个熊市，咁佢就想再跟进啦。咁但系讲紧咧过往十几廿年前嘅蓝筹咧，其实就唔似得而家咁多新经济股噶嘛，会唔会可以用到恒指 Top 5比重股份嘅 PE 同埋盈利去作推测咧？咁 Eric 就系咪都好想解答呢位读者嘅问题系咧？嘅，咁嗱，星期一啦，我哋嗰个喺嗰个 EJ Markets 个节目咧，咁我哋攞翻相对翻以往咁多年港股个熊市嘅表现啦，去比对翻而家嘅情况，而去睇翻后市嘅发展啦。咁呢个观众问咧，其实都系都合理嘅。咁但系当然，如果我用佢嘅方法咧，就唔系我哋星期一个方向啦。咁我哋攞熊市，咁但系呢个又攞最大5只股份嘅市值去做嘛，咁啊有少少唔同。咁话虽如此咧，咁但系咧其实都系星期一做嗰个分析咧，其实都合理嘅。因为如果就算我哋而家个恒生指数攞翻之前嗰、那个比对翻个方法去做翻个分析啦，咁大家会见到咧，如果就算你加埋嗰五隻最大市值新經濟股嘅一啲嘅估值入去咧，其實你要發覺佢都會一樣影響到嗰個估值嘅情況噶嘛。咁而家嘅估值嘅情況咧，大家見到上次我哋喺節目講過咧，咁大家會見到嘅現象咧，就係而家個熊市一次熊市咧，其實你見到嗰個估值收復咧，其實係比較少嘅，咁即係減咗0.9倍度。咁而家嗰個市盈率咧，去到熊市最低位都係13.7倍。咁就一個比較高嘅位置。咁嗱，呢個倍數，某程度上都已經入邊有一啲新經濟嘅股份，佢哋令到個市盈率相對比較高嘅位置。咁所以你比對翻而家嘅情況咧，其實你要發覺而家嗰個估值咧，如果用個熊市個底部角度睇翻咧，就似乎係咪係到個底部因為個熊市底部咧，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個收復可能會跌，可能減少10倍，即係原本譬如25倍，可能跌到15倍咁樣。咁但係你見到而家其實個改善或者下跌收復嗰個幅度好少，咁而且嗰個水平都係比較高。咁所以用翻呢個角度睇翻咧，其實某程度上你嗰個用 Top 5嘅股份去分析翻個情況咧，咁其實都係變相用一個估值角度去睇翻成件事。咁如果用個估值角度睇咧，就等於呢張圖啦。咁大家見到而家情況咧，個估值咧依然都係比較偏貴咯。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咧，新經濟股咧可以幫手有個估值收復嘅情況咧，就個空間相對往年嚟講就少好多啦。咁另外咧，亦都留意到咧，就係講緊香港咧嗰個港元弱嘅情況啊，金管局咧再度去接啲港元沽盤啦，令到咧銀行體系結餘跌到去2000億樓下，咁比較少見啲啦。走資嘅情況係咪都令人擔心啲啊？要留意翻啦，最近嗰個走資嘅速度咧係快咗嘅。咁呢個咧，如果大家睇翻嗰個金管局結餘或者係金管局接貨嗰頻密度咧，咁大家見到日日都有新聞話金管局出嚟接咗幾多錢嘅港元沽盤啊咁樣咯。咁而呢樣嘢咧喺呢個嘅金管局銀行體系結餘咧個變化，大家會見到咯。咁大家會見到，基本上喺2021年咧，其實呢一個結餘都慢慢由個高位回落翻啦。咁但係到最近咧，大家好明顯見到嘅情況咧，嗰個結餘嗰個水平跌嘅速度係加快咗，而且係好急添。咁代表咩咧？即係代表咗嗰個資金流出嘅壓力就大咗咯。咁你可能會問啦，咁點解個壓力大咗咁多咧？咁當然就因為本身一方面個港匯咧已經去到藥方都要保證啦。咁當你去到藥方都要保證，再有沽盤嘅時候咧，自然咧就會即刻會影響到嗰個體系結餘個水平啦。咁而家嘅情況咧，好明顯就係一路貼住個藥方兑換保證情況之下咧，就似乎一路都有好多嘅錢流出，咁所以令到嗰個結餘咧就跌得好快。咁點解結餘跌得快咧？咁當然就因為嗰個息差問題啦。咁大家會見到現象就係最近，就算市場而家預計出年美國聯儲局可能嗰個加息步伐可能已經完結嘅話，咁但係大家見到最近期咧，就算係而家最近短期咧，大家預見得到聯儲局都會仲會好快加息嘅嚇。咁而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大家見到嗰個 LIBOR 咧，其實係飆得好快。咁曾幾何時咧，我哋見到我哋
香港 HIBOR 咧都飆咗一陣咧，就令到個息差又收窄咗少少。咁去到三個月嘅 LIBOR 同LIBOR 同 HIBOR 嘅息差咧係收窄一半嚟到。咁但係見到而家咧又再次拉翻闊啲，咁又去翻一厘嘅位置。咁去到咁高位置咧，如果你比對翻過去歷史咧，其實咧依個係一個比較高嘅一個水平。咁而喺咁高嘅水平，好多時都會吸引一啲嘅套息嘅活動。咁而呢個套息活動咧，就會令到個股港元嗰個沽壓咧就會非常之大嚇。咁所以大家會見到個結餘個水平點解跌得咁快嗰個原因咯嚇。嗯，係啊，咁都係比較令人即係擔心啲，究竟咧呢個港美息差咁樣擴闊底下咧，呢個走資套息嘅情況會唔會持續？咁對個股市嘅影響又會喺邊度咧？嗱，咁喺我哋系統入邊咧有一個香港資金流向綜合指標嘅，咁依個咧基本上攞個美電嘅匯價啦，美元對港元匯價啦，嗰、那個金股嘅結餘嘅水平啦，同埋嗰個掉期點子去編寫出嘅指數。咁而依個指數咧，某程度上可以反映到嗰個港元究竟熱錢係流入或者流出嘅情況。咁大家見到如果個藍色線落嘅時候，即代表流出啦；升嘅時候就代表流入啦。咁但係大家見到基本上過去一年咧，咁條藍色線都係慢慢一級一級咁落嘅。咁而大家見到橙色嗰條線咧就恆生指數，咁兩者之間嘅關係都好高。咁所以換言之咧，如果我哋見到而家個資金流出進一步加快咧，我哋會預見得到咧，呢條嘅藍色線咧會慢慢再次咁插翻落去。咁而咁樣嘅走勢咧，就會令到個港股嗰個壓力就會比較大啲噶啦。嗯，其實都進一步印證啦。我哋對於港股後市睇得比較淡咧，都係從呢多項指標去見得到啊。咁希望觀眾都中意我哋呢個特別節目啦。咁可以嘅話咧，就留個 like 去支持我哋啦。拜拜。喂。